命真，我自己体会到的决定性。如果道不真啊，我们没有今天的道场；理不真，也没有这么多人相信啊。那么天命不真，也没有这么多的契机以及各方面的显化。所以因为有这种真，那么就可以啊，我们道场有了今天，以真换真呢、啊。既然这都是真的，这个真理驳不倒的啊，这个天命不能够违背的，所以就换得我们得到以后，修道办道人都是真心呢、啊，真心的牺牲，真心的奉献。你看我们我们本坛啊，上上下下，我们台北的各位点上是讲师，台中的、台南的、高雄的、嘉义的。你们这些个前面人哈，就是点算是讲师坛主这个银宝师，大家为了什么呢？哈，大家都是为了道，并不是为他自己呀、啊。你们这待着第二天也可能略有体会的，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完全牺牲奉献。那么在道场之中哈，没有名可以取，没有名可以取的啊。那么在道场之中也没有利可以贪。那你说哪一位不管是谁哈，待到我们各方面，都是自己自备路费啊，那么他们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担一切，我们道场毫没有补助。就这一点啊，他们修道办道20年30年如一日，这种精神可嘉，这种精神可佩，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都是老师师母大德的感召之下。那么再说呢，也是我们台湾人的缘分。这个台湾人呢、啊、现在正在走运了，走什么运呢？啊，你们台湾呢、啊、现在走天运，走地运，走人运，最好的时候，空前未有啊！台湾现在这个运正在走好的时候，空前未有。那么将来呢，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个人体会，我个人的看法，这个现在是这个运最好的。这个你说这么好，人运谁来应这个运呢？啊，那我的想法看法哈。年轻人这一代哈、啊、应这个运啊，不管是社会也好，不管是我们国家也好，甚至我们现在的道场也好，都是年轻人应运，这一代很有福气啊。所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得早的话，你看那些个过去的那些个台湾你们的祖先呢，很辛苦啊，几十年以前很辛苦。那么现在我们台湾人呢、啊，我们中国人台湾人真是好命啊，来的正在好的时候啊，就是你们的祖先当中铺路啊，后人走，你们走就好路，你们的祖先种树，你们现在来乘凉，所以现在正是好时候啊。所以现在我们年轻人这一代有很大的使命，有很大的任务，对于国家你们也有使命的存在，对我们社会也有使命的存在啊。你说对帮助国家帮助社会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创造一个大同的理想，大同理想啊，天下太平，真是一道通风。那么达到这个理想的话，只有了道，我们只有那替天行道啊，代天宣化，度化众生，才能达到这个理想，非此道而莫许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也是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哈、啊、有很多的要人也求得到了，甚至于中央级的啊民意代表也求到了，他们都是这么样的感想啊。今天下午哈、啊、有立法委员，一位肖立法委员，他来这给你们讲一讲啊他个人的感受，他非常的诚心，不他一个人呢、啊、好几位都是这么诚心，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从前老母说过，先度贫后度富，末后才度汪侯公卿啊。那像这些个中央级这些人都是汪侯公卿的，都是不简单的，莫着都现在渡他们，他渡上他们上来以后，老母说过大开普渡，现在真是大开普渡。大开普渡你们听说过没有？没听说过，不是这么意思，对不对？没听说过是吧？没听说过大开普渡，普渡大开哈，现在的时候我们先天大道老师师母的天命，现在这个时候叫大开普渡啊。你看看我们现在全台湾省啊求道的有多少，各组各县都有求道的，太多了，没办法统计啊，这是人为的吗？
一般宗教没有办法跟我们相比，道就是道，教就是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大开普渡到什么程度，士农工商四界几乎呢并驾齐驱啊。我们人的某一个人都有个立场，你进入哪一界，我们大了啊，逼着业的进入哪一界。现在来说，我们来台湾呢，老先生带着我们各位先生来台湾，老先生你也看到了，85岁，现在86岁了，身体健康，那不简单的。那老先生86岁的高龄哈，现在是得天之福啊，得天之寿啊，得天之贵啊，知道吗？如果老先生不修道不办道，哪有今天的立场，哪有今天的高龄啊，都妥了数了，老先生完全妥数了。算命的先生几个人讲，这位老先生有大德，他妥了数了，寿命怎么算不可能花到86岁、85岁，现在说这个算不出来了，不在五行之内的我算不出来了，120岁也可能。算命的先生都是自己人算的，所以我们这个修道办道人哈，知命立命，可以改造命运，可以得天之福，老天的给你福气你用不完的，得天之寿，老天要给你的寿的话不知道活多少啊，得天之贵，你老天给你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不是说能够做大官发大财的一个位置，是先天的一个天爵的位置，都是修道办道多年积德而来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大开普渡来说哈，你们这个是学界，这个学界是为之士啊，学士就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为将来哈入了社会，你不管在哪一个阶层是一个领导阶层。你看那个过去我们的国家哈，专制时代，那个丞相啊、宰相啊，什么辅佐皇帝的都是大学士，都是由哪选来的，这些丞相宰相都是由状元榜眼探花进士，起码秀才，那都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慢慢的达到一个丞相、一个宰相，一个辅佐皇帝，那个说帮助国家呀、料理一切的政事，怎么样都得要50岁、60岁到那个程度有经验的，你马上就20岁毕业，25岁毕业大学生跑皇帝旁边做丞相，不可能事情啊！你们也看过那个历代的那个历代的我们这个什么国家那个史啊，都知道。所以这个士啊，是政界的领导者，你不能，我们不能看清你们呐、啊，你们也不能看清自己。你们10年、20年以后，你们是某某阶层的一个领导阶层，是一个出人头地的。所以士为世界的领导，你们不能看清自己，你们很好的命，你们的命很好，知道吗？知道。你们命不好，你就不会念大学，你不会念专科。啊，你们命很好，这个是再说呢，你是哈、啊，你看现在我们的学界很妙呢，由南到北啊，这个学界在校生求道、修道、办道，哎呀，太多太多了。现在过去10年以前，我很重视学生，哎呀，常常给我见面，我请他吃饭，他给我讲话，我给他讲道，我给他聊天，哇，都很熟，是一个什么名什么名，你看他们丰甲学院的，我跟他们最熟，都知道。现在怎么办？哎呀，很多的比丰甲学校还好的学校很多了，这个我知道哈，什么台大的、政大的，什么成功大学的，好多好多的，都吃素，都渡人，结果在我面前一站，哎呀，都很熟，什么名字不知道，就是没办法知道了，人太多了。我们进入学界15年，啊，到现在哈、啊、大开普渡，这个迅速，这个速度太快了，真是胜于知有而传命，那一传十，十传百呀，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单纯的，是老天的天命的主使，众仙佛呀，把这些个学子们呢、啊，把你们这些个学生啊，通通给带进来了，人给你推，人给你带，仙佛给你推，哇，都推进来了，这不是人，决定不是人力，把你们推进来。可是推到我们佛门，推到老师师父门下，都是有缘的，你没有缘的，没有根气的，你是一个不好的学生，你进不来的，不是一家人不如一家门呐、啊。你们今天在位这些个在校各位道亲哈，几乎呢好多都是品学兼优，几乎好多，你操行很不好，学分很低，你就不容易接近我们那些个银宝师，物以类聚，什么人教什么人，我在想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调查你们的学分，调查你们的这个操行也没不必要，我也不需要调查，我都可以知道你们都很好。你说你们在校生是不是都是好学生？是不是？是不是？应该算是都好了吗？应该是啊，因为我们道是难调贤良啊，度善不度懦，度贫不度贱，都是很好的人格，都是好学生，随随便便跳舞了，乱交男女朋友，乱来的那种人好像不可能进来。你们音保知道了，哎呀，这个差，慢慢改，慢慢改，搞了一冲都在进来好了，好像都我们交代的很严格。如果你真是坏学生，不是好的话，那不是我的事儿啊，我交代很清楚，那是你音保的事，那是你音保说的事儿。度人是贪功乱度，乱度，那不是我的事儿。音保是曾经立愿过担保你，这不是小事儿啊。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学界大开口度了，由南到北太多，不光是台北呀、啊，台北人家台中也是扁嘛，也是一样。人家高雄，人家台南这个成大也好多，台北什么高雄医学院也是有，现在都很多呀。我走到天坛上一看，哎呀，这个学界蒸蒸日上，不得了，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那么将来他们这些个学生修道办道，将来立志向要替天行道。做讲师的话，哇，对于国家社会这个力量就大了。天下逆冤之以道啊，天下之人都逆在水深火热，世风不古，道德沦亡，很差很差。所以旧的办法都有道来挽救。我们中国将来三年五年以后，这么多的大学生都是讲师，那不得了呢，这个力量就大了。在国家是国家的一个栋梁，在社会的中间，在道场的一个啊，是在前边带动的一个阶层，那很大力量啊。农，所以道法平等啊，道本平权，不分富贵贫贱，不分乾坤老寿。农业社会，我们这个你想看老农夫、老欧巴桑、欧吉桑啊这一类的人，你上哪看去？到云林县、彰化县，哦，你要是开欧巴桑班、欧吉桑班那个台语班啊，那可热闹了，哇，都是拉起杂烩，欧拉杂烩，都是农。职业农通老农夫，他不要看不起他们呐、啊，他们是功德无量的，你们都根本原来都是他们渡来的呀，都是农业社会才传来的。你看云林县，光那家庭佛堂多少啊？1000多间，管那个先天庙，像这种庙的话，人家26间，谁比不了农业社会，发展到今天呢，继续成立佛堂，继续大开普渡，那人就是人的。昨天前天春和堂正殿乐成还那些个人，昨天我就带他们谢恩，又是多少人？又是2500人，前天1000多人啊，今天还有2000多人，明天还有2000多人，都是云林县人，那个看不完的老道神西道神这么轰展啊。那我到他们那儿开荒多久了啊？34年，我在你们学界开荒15年，在他们34年啊。士农工工业社会的更多了，这不得了了。现在工业社会里边人也有大专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他们那种很单纯的、啊、修道办道那种牺牲奉献啊，在道场是一个主流一样啊，都是他们办，他们讲，他们开荒参道，都是他们。全台省这个工业社会太多了，商现在大老板不多，小老板、小生意，那得普通生意、行意郎啊，小生意人，老板很多很多，所以这叫大开普渡，啊，足可以证明老师师母在台湾大行其道，这个道是大开普渡了。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你们是好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你们来到我们道场哈、啊，最好命。前边人这么多人看着你们，这么多人栽培你们、造就你们，这么多人庄严佛堂，这么多人能说能讲的点算是讲师，那很好呢。这是你学什么，我们都可以，什么班都有。那个你能够讲、能够说，后边你要带渡人的话，那是人很多很多。所以现在是最好办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呢，既然入了我们这个班，这是缘分；既然得了这个缘，不要失缘哈。这开场。这叫开场，先讲一点话，还没有正式讲题。那么今天时间的限制，我11点一定要到成佛堂去，带着他们给老母谢恩，所以这个话不能多讲了。那么开始，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一个题就是孝道。
那个孝道哈，是人道方面大家都知道，可是守这个人道做不到，就谈不到天道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修为的法门呢，是什么？是儒教法门，是儒教修为的法门。那么儒教收缘，那老师师母领导我们哈，我们现在是入世法，不是出世法。那么所谓出世法，都要剃度，头发剃掉，剃掉三千烦恼丝。如果我们这要是拜名师修出世法，可能我也不修。这个头发剃掉是不太好看的事情。你怎么哎呀，看破红尘了悟人生，我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你叫我头发剃掉，呸，真是不好意思，啊，太糟于形象了。我这个修为的法门我会不接受。这入教一收缘是入世法，我是由入世而出世，啊，那我都完全接受。不但我接受，我们大陆上的很多人，小姐、太太、先生、大生意人、董事长都接受，啊，就是家庭也有，事业也有，工作也有，钱财也有，通通有，你也修道办道，你也成道，这件事物最好修了。可是呢，有修为的法门，有一个方法，一个门路，就是什么？就是老师师母教导我们的，有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入手。我们现在都摊到一个孝字，你说我们相继讲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一个题讲上去的话是很久很久啊，专门摊一个孝，孝为百善之首啊，孝为八德之先啊，孝就是最重要的啊。自古以来忠臣都出于孝子，这个孝是最重要。这个人要是不孝顺呢，七下那这个七个德行都没有。你这个人要是孝顺父母，不给父母难看，给叫父母脸上有光彩，那你这下边都可以做到。他不会说显廉寡耻，又没有廉又没有耻，他会做孝子的不可能事情。他是保护父母的名誉，他不会做这个不廉不耻的事情。这个孝很重要。那么现在我们既然是修天道啊，现在我们先由孝道入手。那么怎么入手呢？啊，就是当从圣人孔老夫子留下的这一本孝经啊，这本孝经是太好了，你们都应该都看过。那么现在我们在修道办道开始学道这个阶段，一定要读这个孝经啊，四书跟孝经都要读。那么现在我们就引证孝经上孔老夫子说的这五种孝，那么大家同时念一次。子曰：孝子之事亲也，一德是其变，两德是其正，内德是其用，三德是其爱，四德是其廉，五德备以难过的实际。好，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大家都很清楚哈。孔老夫子这本孝经是给谁说的呢？是跟曾子讲的，因为曾子是最孝。那个孔老夫子说，你想做一个孝子哈，侍奉你的双亲的话，那么第一呢，居者治其境，跟你父母在一起居住相处，你们要恭恭敬敬。所以我想这个五种孝，上至于天子，下至于庶人，意思皆以此为本。我们在父母在一起相处居住的时候，应该恭恭敬敬，成于中而兴于外，起码给父母一个精神的食粮，精神的安慰。我们要常常关心父母，给他一个温暖，叫他高兴。那么应该怎么样？晨则省，昏则定。早晨起来哈，第一眼看到妈妈，看到父亲，应该道一声早，妈妈早啊，你老昨天睡得好吗？哎呀，这两天天气不太好，多穿衣服啊。你关心两句话，不要花钱，这叫精神的食粮，给他一点吃的精神食粮，给他一点温暖。这个话我们做孩子都要应该说的，由小一直说，说到了大。在我们天津，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天天强调这几句话。哎呀，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我天天讲的话，我们不做不可以。再说，我看到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对祖父母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做也不可以。那么你们现在都是大学毕业，大学生，高中专科啊，应该既读孔孟之书，必兴孔孟之礼哈。那么是不是早上起来见到父母有请安没有？大家有没有请安？我有，没有普遍。我准保你们没有普遍，都几乎啊没有哈。
见到父母看看，你看我，我看你。老人，老人说这个孩子，早上都不讲话，大眼睛大眼瞪小眼，不知理。这个在我们古的时候啊，我也不是古人呢、啊，在我们早年的时候，这个不可，这个通不过的，一定要教，一定要做。那么，昏者定，昏就是晚上，父母还没有入睡。我们做儿女的，做儿媳妇的，一定要去照顾一下啊，蚊帐了、被了、蚊子香了一下，关照一下。你就是他们都准备好了，你也要看一下。哎呀，需要我们怎么样啊？你看，哎，蚊帐挂着好啊，好好好。你看，好，你老休息吧，明天见。你给他讲两句话，你再出去，这都是礼貌，叫父母高高兴兴啊。养则致其乐，养就是供养父母啊。现在你们是在校读书。父母给你们吃，给你们穿，给你们住，那么将来以后，再过十年以后，你们又要供养父母了。养儿方老，积谷方饥啊！那个时候你供养父母，叫你父母快快乐乐。人生的快乐是莫过于天伦之乐啊！天伦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没有天伦之乐，这个人是很苦的一个人啊！没有儿女欢在罢了啊！有了儿女，没有天伦之乐，是最伤心、最难过、最痛苦的一个老人。啊，我们给父母供养他，好吃的给父母吃，好穿的衣服给父母穿，好住的房子给父母住，有用有钱给父母用，叫他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哇，他可以多活几年。这都是我们尽孝了。那么病则治其忧，病就是父母有病，做儿女应该忧愁，不要说哎呀病都病吧，老的时候有病，病都死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这么想，那个有父母有病是我们报恩还债的一个机会呀、啊！啊，老人有病需要人关心，需要给他照顾，需要温暖，甚至于煎汤熬药送药给他，都要儿子亲身来照顾他，啊，儿子照顾他，儿媳妇照顾他，然后才轮到女孩子照顾他。所以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老年人的心底儿。老年人的心理，老年人的希望，可能你太不太知道。那么我呢，办到四十来年，啊，对，在这个遇到老太太很多，老先生很多，所以我有时候给他聊天呢，给他谈话，聊天讲话的时候，我了解他，啊，了解他什么？他而这个老人家有病，心里边很空虚，他这个病有病很痛苦，有病痛，很空虚呀、啊。啊，很痛苦，他需要一个人温暖他，也给他照顾他，最希望人关心他。老年人心里这样子，啊，你抱他不，你不理他，你都不管他，那连医生也不找不给他看他，说这个，做父母他会哭啊，他会难过，他会痛苦，所以你们年轻人这一代哈，你如果你修道办道。承认老师师母是我们老师师母，我们得要做个好徒弟。我们老师师母最希望而最爱的就是孝子，哈、啊。所以你们将来父母老了有病，一定要带着父母去治病，然后治由要然后这个药，中药得父自己亲身去煎药，要去煎药，药端上来了，哦。不冷不热，亲身给叫妈妈吃下去，然后他躺下去，你把被窝盖下去，给他盖好了，叫他休息。你再然后说妈妈你休息吧，你在他背上拍两下，妈妈你休息，你再出去。你这个时候你妈妈吃下药，心里高兴就不得了啊，心情一高兴，他这个药在里边有这个作用，他会吸收。它会运转，它的药性有作用，应该吃五天药好的话，两天都会好了，知道吗？咱怎么样？这是一个对父母尽孝、安慰父母一个爱父母的一个亲情，这不是造作呀！不要说我造作好了，省三副药钱也好几百块，那就糟糕了。对，这是一个爱父母啊，爱心呐、啊。爱心不是只是爱太太，不是只是爱孩子呢，爱心的爱父母啊，爱父母的亲情啊，比什么都要重视啊，你要给他爱啊，所以就叫啊，养则治其病则治其忧，那么伤则治其哀，伤那么谈到伤都是父母死掉啊，那个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很痛苦啊，
父母死了，我们这个人最可怜的，没有人真心爱我们、照顾我们、疼我们。父母就是活佛两尊的、啊、活菩萨两尊，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啊！多少年了，忽然之间离我而去，都好像没人保护我们，我们很痛苦，也是很前途认为很茫茫。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应该哀，哀就是悲哀，应该那内心里边哀痛，哭尽量是发泄。你看那个《礼记》上，写得很清楚啊，这个父母死了不得了呢，哭天抢地，儿女哭的哭嚎啊，嚎啊，大哭特哭，哭到了一个程度，哎呀，一看都泪也都带粉红色了，哎呀，才止掉。那个时候就发泄，好痛苦，七天不动一催呀、啊，七天呢、啊，连那个灶咖、啊、厨房都不动活呀，没有心情再吃饭。我们那个邻里呀、啊，看到哎，这孩子很可怜的。你看，真是孝顺的想妈妈这种程度。我们这个邻居哈，大娘二婶的怎么样，就给我们送点饭，送点饭。这孩子们呢、啊，痛苦的呀、啊，跪那个棺材那会儿哈、啊，都亲戚朋友把他拉起来，站着吃一点饭。那个《礼记》上注解的也很清楚，那古老的人也是这样子，所以这种表现那个对父母那种心呐、啊，啊，是尽量的都。就是表达无疑。你看现在这个孝道也没人重视哈、啊，也没人提倡。父母死了，你们看一看，有多少人哭啊？好像都没几个人哭，没有几个人哭呢。他们还想个办法，有钱人真有办法。他想个办法，哎呀，这人死没有哭的话，没有味道啊，好冷秋呢，拍谁？他怎么样？好吧，现在只有职业孝子，啊，这个很可怜，很矛盾。职业孝子，他们讲啊，我们到处跟我说，前人现在有职业孝子呢。我说不可能，我怎么这么没有理由呢？他说你老注意看吧，会有的。我都注意看，我都坐车里边注意，哎，看了好几次啊，看到一个小姐哈、啊，披麻戴孝在棺材前边哈、啊，一个小姐，那边有一个拎行李车，一个男孩子，我想哎，这可能不是他的那个死人的儿女哈。如果死儿女哭的话伤心，怎么会拿这个麦克风呢？我一看啊，这是职业孝子，没问题了，拿麦克风哭的呀，好惨的，妈呀，妈呀，一直哭。我一感，哎呀，真有。我问他们差不多多少钱呢？哎呀，便宜，不，尽孝，1000块，1000块送殡到了坟墓还哭，哭完再回来还要拜灵。拜灵才回去，几千块好啊，就走了。是现在怎么这样子呢？这种职业还有人做，还有人提倡。哎呀，我想真是这个古礼道德呀，这个孝悌忠心真是太差了啊！所以这个老圣人讲这个话，我们了解一下，实在是可怜啊。那么祭者之其言，祭就是祭祀啊，我们中国跟外国不一样的。你看这美国英国都没有了哈，就是不一样什么，就是慎终追远呐、啊。圣人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啊，这点不能不提倡。我们中国不一样的啊，就是固有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绝对不能改变。你看信耶稣教现在还好啊，信耶稣教许可拜祖先了，到这30年信耶稣教的买祖先的牌位3000块，哇，好惨呐、啊！那时候我们真是听掉眼泪，祖先牌位就值3000块就卖给你了，这祖先就在天之灵，那不是到难过到什么程度，这太没有道理了。现在还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道提倡孝道，尤其这个祭祀要严格，不能马马虎虎。父母死了归空以后，他这个牌位哈、啊，给他磕的像个样子，现在有漆啊，有磕这个金字啊，贴金的，差不多6000-7000块，很漂亮。啊，那么到了过年过节，父母的生日死日，那你做儿子的带着你的太太带着你的孩子，那天要拜你父母生前爱吃什么，你要拜什么，爱吃粽子，爱吃菜头粿啊，爱吃面包，他爱吃什么你要拜什么。因为圣人教给我们有几句话，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孝之至也啊。虽然是父母死了，我们心目里边在想，哎呀，并没有死，他的精神还是在我们呢、啊，还在保护我们，
好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还是这样子给我们啊帮助。所以然后呢，你给你父儿女要讲讲说，你哎呀，你的我们的你的爷爷奶奶，他当初创业的那个困难，他的历史，他的德性，他的优点，进去给他介绍，每一次都介绍，叫你儿女心目之中永久有祖先的存在，就叫一修缺德呀。你发扬你父母的德性，叫儿女知道，能够学他。所以武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武者你做得很好很完备啊，你才可以说哎呀还可以啊，毛毛良心，对父母还过得去，还没有什么缺点，没有什么缺陷，这叫孝，这叫小孝，应该做的孝。那么下边呢，这个孟老夫子说的这几种不孝，我们做一个检讨啊。现在你们在这个年龄哈，在校读书这个都没有，我看你们都没有，入了社会30来岁这一般人可能会有，你们大家同时把它念一次。孟子曰：“四子所谓不孝者，道己四子不顾父母之养，亦不孝也。伯邑好贫穷，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厚谈，失心，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父母之命，以为父母禄，四不孝也。好容作人，以为父母不孝也。”好，这个孟老夫子说的话哈，我们也今天我们也研究一下。这个孟老夫子是春秋战国时代哈，那个应该说世道小康，创造孔老夫子的大同理想。那个时代可能这些不孝人很少，不见得多，所以一代圣人也都有预言，未道先知。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这个时候哈，这种人也是不少，值得我们检讨。所以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啊，不孝的有五种等类。那么孟老夫子是辩才无奈，这个很有才华，这个讲话能力很强啊，所以分析都很周到。堕其四肢，这是社会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分作五种等类。有一种男孩子哈、啊，堕其四肢，四肢懒惰，头脑简单，不顾父母之样，父母吃什么用什么都没有钱的，你也不管他，这种男孩子列入第一不孝。就是这个男孩子什么游手好闲的，有书也不去读，有工作也不去做，每天晃晃晃，忙家忙家忙家，一天过一天，过一天过一天，结果什么都没有，自个也没有钱花，忙家忙家，父母在家里边什么钱没有，这种男孩子愧为男子汉大丈夫啊，完了，没有用啊，这种人列入第一不孝。那么第二呢，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样，二不孝也。还有一种就钱道男孩子，博就是赌博啊，把掉，义就是下棋。这个人一赌博都完了，就九赌无胜家。你有多少钱会输光的，你知道吗？你们这个知识分子，你们大学生都是知识分子，千万注意，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可千万不要赌博啊！三五个朋友搭理去赌博把掉，这千万用不得。你要是赌博有这个嗜好的话啊，将来嗜赌如命就惨了。你有万贯家财是输掉啊，而且我们人格都降低下去了，人格这一降低踢上来就不容易，所以你们要小心谨慎啊。义呢就是下棋，这个义就是下棋啊，这个不是坏事，这应该是消遣斗志，这个下棋是斗志啊。可是现在来说也不应该，现在是工商业社会啊，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前途，一分时间都是一分的成功，不要浪费在下棋身上。你看当时孟老夫子这么教导我们的年轻人，现在更不应该啊。那个第三呢，好合财，失其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第三就是这个男孩子哈很会赚钱，这个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没关系，凭我们本事，凭我们血汗，一个月赚6万、10万、8万，这都是应该的，没关系，不是说贪心妄想损人利己的钱我们都可以取啊。可是呢下边这一句都不太好了，偏私妻子啊，有了钱的话完全偏私太太，太太多托给他买房子也是他的名字，银行存款也是他的，
买钻石戒指，买什么什么都给他，叫太太好高兴好高兴。那么妈妈那儿很空虚啊，什么都没有，叫妈妈痛苦。所以你这个男孩子心呢，没有放在中间呢，心没有放在中间，没有天理对良心呢啊，没有饮水思源，所以这种男孩子列入第三不孝。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好容斗狠，以为父母哈、啊，第四呢，就是众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怒，四不孝也。还有一种这个，孟老夫子列入一种哈、啊，就是众放纵耳目，男孩子哈、啊，我们前道耳朵爱听，眼睛爱看，都是去花花世界，五光十色，五花八门，引诱人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都是坏事儿。那么他去陷下去了。日久天长就可以怒害自己的身体啊，就会有了怪奇奇怪怪的病糟蹋自己啊，所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哪都要保护自己啊，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么样的好，四肢健全，五官端正，这个相貌就这么清秀，这是父母给我们，感激父母。既然完全接受过来这么完整，我们保护他，圈而归之啊，我们完全还要给父母，我们不能伤害他，不能糟蹋他，这就是第四不孝。那么好容斗狠，以为父母不孝也。还有一种我们的前道哈，好容斗狠，这个就是黑社会流氓太保完事儿，就是现在的不良少年、不良青年呢。现在犯罪的年龄一直降低啊，你看这法院呢，都要重新做法盖法院，那个监牢狱都满满的。一调查的这个年轻人太多了，是很可怜，很可怜，真是糟蹋自己的前途了。所以这种男孩子，进了流氓太保、黑社会，打人呢、骂人呢、无理取闹、抢人呢、多人呢，糟糕了。一进到监牢狱去，一判都是犯刑法五年，三年、十年。那一个人一个男孩子搅乱了我们一家子鸡犬不宁，老少不安，我父母也要送饭，也要拜托人，你太太的话痛苦要死，孩子也没有爸爸了，我一家子不像过日子的。所以这一个人影响一个家庭，就是家庭一个最坏的孩子，一个败类。所以我们今天在位的各位前道哈，我们这学生们都没有，这个都没有，你们还干干净净都没有，是不是都没有？是都没有，这最好了。你们虽然是白玉无瑕呀，很完整，都很漂亮啊哈。可是你们保护他呀，你们好好保护他，好好爱护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要这些个事儿，通通不要有，人格高尚，你父母为父母争光啊，这是你应该做的哈。那么下边呢，还有这个孝的分别，因为我赶时间呢，我讲话很快，用最速度的哈。我讲这么快，你们大家听懂不懂？这个下边还有孝的分别哈，小孝、中孝、大孝、大大孝。这个小孝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孝经》上讲了几句话，就是供养父母啊，塞身、吃的、穿的、住的，叫父母高兴，叫父母满意。你说我们要是想一想，儿女叫父母满意，你说简单不简单？容易不容易？你们现在还没有轮到你们身上供养父母，是不是？你们想啊，我们在自己在想象，哎呀，我叫父母很高兴很满意，人前后边总在赞美我，我这孩子很乖呢，真是我这孩子很乖，很懂事呢，都是体贴我，关心我呢，哇，处处都为我着想呢。叫父母偶露你，夸奖你几句话，你说容易不容易？你们咋样？那我的看法是容易的事儿，因为父母是我们亲父母啊，不是外人的，他对你不会苛求呢，不会给你苛求的有什么条件，不会呢，你只知对他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体贴他啊，就够了，很简单。你要说，哎呀，我们赚钱的妈妈呀、爸爸天天给你做衣服啊，每天做实践，我从给你买几个烫手，他要会骂你，你这不大糟蹋钱吗？你这神经过敏了，神经病是吧？一天到晚做衣服干什么？我天天穿几件，那又太过了，过如不济，他又不喜欢。一年妈妈的母亲节、父亲节、过节、过年，一年四套衣服，他高兴得不得了。四套很简单，你说这个我们做不到吗？你说做到做不到？
你们还不敢讲大话，声音都很小，一年四套衣服都做不到，我这我不相信，四套都够了，不要多，妈妈会满意。你给你妈妈买点牛奶，买点维他命，多种维他命，买点一个什么，买点参，她爱吃什么都你给她买什么，很简单的事儿，你常常给她看她，给她送，给她叫她吃，叫她用。你一个月给她几千块钱，不要多，做老年人没有什么奢望。你一个月你给她妈妈3000块，爸爸3000块零花钱，你然后给她吃饭，她就很满意了。他很高兴了，你常常回去看看他，给他安慰几句话，什么新闻给他报道一下，他都很高兴了。我认为没什么困难，啊就够了。你再有时候啊，妈妈，我们出去玩一玩，到阳明山呢、啊，是到阿里山呢、啊，到日本去嘎嘎的，啊都就都很好了，他高兴的不得了，知道吗？知道。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上日本去，天天不是天天去啊，每年都去。每年去日本啊，那么每有时候看到这个观光团呐、啊，我们台湾人哈，我们台湾人给他聊天，今年我要去观光一次，哇，不是半道去的，很轻松去剃图，今年不错去剃图，剃图呢遇到很多观光团的欧巴桑，我说哎呀，欧巴桑你请后面哈、啊，怎么我能有办法剃图？哇，我们咋你们咋样？我得嫁去友好，我得嫁给我老两口，我得早嫁给我3万块，我今天开不了。偶落后面自己欢喜不喜，研究小两点不算简单单，很简单的事情，一辈子日本剃头一次，每个月3000块，一套一年几套衣服，天天常吃维他命啊，都够了，这都还正家境友好。我研究起来很简单，你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些个儿女们都不做，非要叫我们父母生气，真是这年轻人莫名其妙。我认为很简单，所以你们现在修道人叫父母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些话是简单的事儿，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我们不是做啊。那么下边呢是什么？就是忠孝。这个忠孝是顺其志，这个高潮一点的哈。父母志愿希望望什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读到你大学的很不简单的。他省吃俭用到了现在，在你们身上教育费、生活费一切的家费，在你们身上花了100多万了，投资这么多，叫你干什么？读了大学的，叫你出人头地，将来很有出息，很有前途，做一个领导阶层。哎呀，在做老师、做教授啊、做什么县长、做什么官做什么董事长、做什么领导，他是决定这么希望。希望你给他争光，你就埋头苦干，10年有成，是吧？当然配合我们理想，也配合我们的命运的，尽人事而听天命。是25岁，到了35岁，我做了经理了；45岁，我做董事长了，都很好了。这叫做忠孝，啊，这叫忠孝顺其志。那么还有这个大孝呢，就是更高超一点啊，育亲于道，父母。做着好事，修桥补路，救济贫困，这都是好事，我们就赞同帮助他，不能够反对他，叫他有善德，有好的名誉。那么父母有时候想不开，做点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损人利己的，不讲理，很凶了，或很不讲理，就无理取闹了，你知道的话，你好好的，哎呀，好好的，给他讲啊，给他说，给他求他啊，甚至于有时候父母糊涂了，哎呀，想倒人2000万，就是糟糕了。你赶快就劝他说啊，他不听你的跪他，你抱着你哭到一个程度，哎呀，我的孩子这么深明大义，我何必呢？我倒人家2000万，他不是为了他吗？不要了，完事儿啊，就不要倒了，还给人家。这个时候你是大孝啊，你叫他有德性啊，你不管他，好好倒吧，还给我买栋房子，我也很舒服。将来怎么样？你住人家的房子，倒债的房子，你一住，父母溜了3年回来了。你糟糕，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这个头抬不起来呀！你在前面这后边指，这个孩子没有出息，他住的房子倒人的钱，这爸爸这做这个缺德的事，这孩子没有什么，你不要理他，糟糕了！所以这一辈子没有白，这白来了。所以要小心注意，父母有德性，我们光荣；他失德，我们就跟着失，糟糕啊！也要注意。最重要的话，育亲于道，要请父母来求道。你们承认道真，理真，天命真，你们应该真心孝顺父母，赶快度父母求道。父母不求道，我们痛苦呢，啊！父母一慢慢老到一个程度，朝不保夕，
那么将来死了还见人阎罗王六道轮回，我们是不甘愿的，赶快度父母求道。他不求道，你给他说，给他劝，请银宝石讲师给他度他，赶快再度来求道啊。而且进一步开班，我们也老人班、中年班、台语化班、客家化班，到日本还有日文班，到美国有英文班，他们班都有啊，我们都可以叫他参加，这样懂不懂？懂。下边是什么呢？就是大大孝。这个大大孝是最高超的、最高最上扬的、最上扬的，就是什么？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宗也。我们立志向，志在道，哈、啊，志在道上，志在给师兄师母布德，给自己培德，给父母培德，就要怎么样？代天宣化，替佛学缘，讲道德，说仁义，立志向做讲师，做到那个程度，你才可以啊，公圆国满，父母就可以成仙。你成仙，父母就是成仙。现在成仙并不是困难啊，很简单。你只要修道办道一辈子就可以成仙，那你就是扬名声显父母，父母跟你一起成仙就成道了，那是最大的孝，就是只要修道办道、替天行道都可以啊。那么现在时间的关系，我都讲到这儿啊。好的，一、二、好，大家再继续请坐。三。Thank you.